让彰化成为一个不一样的文创。改造彰化，创意领航，2019文创计划3号正式启动。彰化县文化局甲文创业者共同宣誓，用文化创意领航彰化的未来，达到改造彰化、翻转未来的具体理念。那为了让我们彰化县的文创产业呢，能够持续的推广，我们彰化县今年特别将美术馆的广场免费提供出来，让我们街头艺人证有街头艺人证的这些工作者呢，以及所作业者呢，来免费申请哈。那欢迎我们这些文化工作者呢，踊跃来报名参加。头一场的活动，挂山三号文创市集，将要伫个1月初5、初6，甲1月12、13，伫县立美术馆头前的广场闹热登场。总共邀集20间在地有彰化味特色的厂商甲创作者，来到现场甲民众分享作品。欢迎乡亲做伙来体验上在地的彰化味。那这次呢，很高兴能够参加文化局这次文创市集的活动。那为了响应这次的活动啊，那我们卷木生活馆特别提供了这一只黄金大猪哈，可以让现场的观众朋友哈来这边手作哈。那在年节期间，尤其特别在这一段这个文创的市集的展期，我们非常欢迎彰化的所有的县民哈来我们这边玩玩，好，那体验手作，那也沾沾喜气。邀请所有的民众来支持这咱在地的产业。那雨伞呢？咱彰化是雨伞群，啊，阮伫个拜六礼拜伫这嘛有一个真好的摊位，邀请大家来这甲阮迄个选买。彰化县挂山三号文创市集对今仔日开始招募，文化局对2月份开始，每礼拜拜六礼拜免费提供彰化县立美术馆头前的广场，和大家做伙来赚钱。欢迎彰化县街头艺人甲文创手作者踊跃参加，名额有限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。公益频道柯伟丁彰化采访报道。关怀电台台语配音。